它第三题题目说呢 ，y 等于四分之八，这什么意思？看到 y 就用多少代？四点八代，不是四分之八，讲错了，四点八代，对不对？那题目说 y 减四括号乘以五是多少？好，来吧，开始看喽。来，请问你 y 要带多少？四点八，那就是四点八减四再乘以五。好，来，重点来喽，请问你应该有学过吧？我们应该先怎么做？顺序应该是先乘除后加减，对不对？但是什么？遇到括号先做括号，所以我先把这个括号里面先做完。所以请问你四点八减四是多少？这是零点八，对不对？所以答案就是零点八乘以五。请问你零点八乘以五是多少？四。好，所以答案就是四。后面那题也是一样方法，我就自己算，好不好？